20年当偶像，来慈济是我这一生中啊感觉到最受惠的，因为有很多机会让我学习。从1995年开始呢，第一次回去就有机会去随师行。1997年呢，亲自跟我们的念师傅学习打法器，很感恩的就是说学以后呢，回到这边还有这样子的因缘带领，礼拜法华经续3年。2003年吧，我就有这样子的因缘去台湾去学华道、茶道跟手语，所以呢，回到这边呢，就有这样子的因缘了，在茶道教了7年。我还没有进入慈济之前呢，我是很喜欢拜经的。当时候真的是拜佛，因为我是有所求的。凌晨3点我可以起来念地藏经，因为念地藏经有28重力。那到我走进慈济以后呢，深深的从上人的法里面呢去体会到，其实啊，真正的学佛呢，最重要就是修改我们的习气，真正去回归清净的本性，改变自己。翻译的工作呢，让我能够真正的深入上人的法。虽然说有时候要赶的时候呢，那睡眠的时间真的很短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，希望说这样子的一种翻译能够让受英文教育者呢都能够受惠。所以当你知道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在做的时候呢，当然你很喜欢的话，你就不会累。好像上人说，我们如果做喜欢的事，一定不会累。